体制できるから、こっちと家を両方一緒に取れる感じですね。これめっちゃいいな。これ上も GoPro で音が取れてるかテスト。音が取れてるかテスト。美味しいところみたい。南京タナリシャンコンファーティス行ってみます。今天は今天結算人是想要开始你这么擅长我真的要他是会用最高分的没有啦看看以前来到设计技术高啊这样的朋友没有想象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然后，
好吃，谢谢。谢谢哦，谢谢。要不要接广告啊？啊，对，我是对日本的，然后我是没吃猪肉的。日本来的？日本的。哇，然后对，台湾很多地方跑来跑去，然后我玩累了，来休息一下，这个还好吃。下午五点来啊，五点那个下那个动作。哦，下午五点，下的。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哦，嗯，说店开店店开的，营业吗？还是营业营业营业是11点半开的，11点半，十一点半早上。好，165找你335。好，谢谢。啊，这个20年的历史。哦，20年的。哎，20年的历史。这个是我的名片，啊、不好意思。如果那个你们搜寻你们的店名，然后我的名字可以找到你们的名字，啊、嗯、就可以了。哦，谢谢你，谢谢，好谢谢。有空再来。好好好，好啊。很好吃哦。谢谢，谢谢你。好，谢谢。阿妈下午他在那边炸豆腐吗？晚上吗？晚上。晚上。嗯。晚上。晚上他炸。啊，真的好好吃。是本油吗？没有。日本没有。广东是有。然后同时你到到通化街很多次。啊，真的。这家真的，这家富吉真的有很多好吃的。对啊。谢谢你。拜拜。拜拜。这一家的辣炒也不错，真的，我也吃过。跟意大利的美女朋友一起来过，真的好好吃。六山里有很多好吃的，耶！今から入ります。